半天还是没找到师傅在哪儿，真是没劲。行了，别发牢骚了，小子，就快到村子了。是是，村长大人。那不是厉王军的人吗？啊，这群人都找到这儿来了。可恶，小子坐稳了。正好有段时间没活动活动筋骨了，让我好好教训一下这帮喽啰。快点，该您上场了。没问题，都放马过来吧。
已经安全了，大家可以上来了。好险，幸好你们及时回来了。拜托，你是回来救援还是搞破坏啊？这不急着救村子吗？这些家伙真是不识好歹，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。有找到艾琳师傅的下落了吗？是不是真的被厉王军捉走了？哎，一无所获，掀了好几个厉王军的窝点，但都是些杂鱼，什么信息都不知道。这家伙看起来像是厉王军里的小头头，或许知道些什么。我们可以盘问盘问他，不过他伤得太重了，我去拿点药草先让他醒过来再说。小子，你这下手是真重啊，不像是饿了几天肚子的样子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快点，该你上场了。村子嘛。